怎么了？又做咸了是吧？啊！不行，有点甜。你，辛先生该做检查了。哎。 敏慧姐打过来了，挂了呀！呆子，哎呀，看来敏慧姐真是发现什么问题了。她要是一直打过来怎么办呢？能瞒多久瞒多久吧。今天的检查做完赶紧回家。那不行啊，医生都说了，你最近心率不太正常。 那得住院好好检查检查，好好休息一下。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，要做的检查尽快安排。我不能在这儿待太久，待久了露馅儿。你在医院你不听医生的话，你想让敏晨这年幼丧父啊？嘘。敏慧姐，你们在哪儿？我们就在家人医院863病房。是有点不舒服，但是真的没那么严重。你要不相信，一会儿让 Hardy 把单子给你看。就算不是很严重，你也应该听医生的话呀，好好治疗。你逞什么能？我真是搞不懂你了。你之前没病的时候，你又要装病；你现在有病了，你又要装没病。我之前装病是想让你紧张我、关心我，那现在装没病是怕你担心我。 这个病都跟了我这么多年了，我身体什么样我自己很清楚，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之前都是我一个人扛过来的呀。你现在不用一个人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字面上的意思。你赶紧休息。 行啦，你没走啊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以后不用一个人了。爸爸，你看，我给你画了一颗心，以后你就有2颗心了，一颗不舒服，还有另外一颗可以用。谢谢圈圈。还没画好呢，让我画。谢谢圈圈妈咪。 吃不吃水果？吃药了。新奇家属是吗？啊，对，是我。这个是今晚的药，白色的现在就可以吃了，黄色的要等白色的吃了1个小时以后才能吃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谢谢啊。吃药。哎呀，要是能多病几天多好啊。 有家属的感觉真棒。你1星期内要是好不了，我们就不陪你了。妈咪，你不是说我们要留在医院里陪着新奇的吗？嗯，我知道你担心新奇，但是医院里也有医生啊，还有姑姑他们，所以不用担心了。一切正常，全全真棒。 这样吧，你今天早点睡觉，明天早上我带你去看新奇，好不好？那你帮我给新奇做个安心3明治，好不好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生病的时候，新奇就送我了一个能量心脏。现在新奇生病了，我想送新奇一个安心3明治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那全全你应该自己做呀。可我还是小孩子，很危险的。知道了，那妈咪帮你做好不好？记得要做成爱心的哦，不然就不叫爱心的。收到了，那你快去睡觉好不好？去吧。你说你也真是的，老板。医生说让你多住几天院，你倒好，非要回家来。 那医院里好歹还有高级护工和护士，能随时照看你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有什么地方比家里更舒服啊？在家心情好了，病也自然好了，对吧？那倒也是。老板，你放心，我肯定好好照顾你，比照顾我妈还努力。想不想喝水？这几天我在冰城有事儿，这人我带走了，我比你更需要他。感谢董事长认可。啊，敏慧，这几天我有重要的事儿。 但新奇呢，在这也没什么别的朋友。医生说了，得有人在他身边照顾他，要不然会出事儿的。我请求你帮我好好照顾他，可以吗？没问题，姑姑，我和妈咪一定会照顾好爸爸的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。That's right。辛迪，我公司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我应该没有那些时间。Please， 这件事我只能相信你了。 拜托拜托了，妈咪，爸爸真的很可怜。你看他都变成这样了，还没人照顾。没事，美惠。我知道你公司事情多，你忙你的，我一个人没问题的。顶多就是吃饭叫个外卖，喝水也喝不上两口，真的没关系。毕竟这么多年都这样过来了。那怎么行？ 老板，你放心，我 Jason， 哇，你这也太孤苦伶仃了。我跑 Jason。行了行了，我照顾他吧。这两天我跟全全就留在这儿照顾他，直到医生说他的病没有问题了为止。那就太好了，Hardy，回公司去。好，明慧，那就拜托你了。放心吧。晚上跟爸爸睡吧。虽然说我过来照顾你，但是我工作上的事情我又不能抛开，所以除了吃药、吃饭、喝水，其他的事情一律不要叫我。那上厕所还有洗澡呢？废话，不许叫我。我抛杰森。其实你愿意待这儿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 敏慧，那还有这个呢？哦，对，还有这个，给你的。你做的？为我做的？虽然是为你做的，但是是你儿子要求的，我只是负责执行而已。不愧是我亲儿子，哎呦，还是爱心的呀。 怎么了？又做咸了是吧？不行，有点甜。你不许干，甜死你得了，你得糖尿病。